假的啦。觉得有点可爱这样子，拍谁吼？因为这个麦克风真的是太大，它是实质的真正的麦克风，所以有点重量。然后王心凌第一个梦中最想要梦寐以求的就是这支麦克风，因为是他的音乐之梦。来来来，心凌看一下左手边，先看一下下，慢慢的往中间，中间看一下下，哇！我真的也替他感到很开心，因为我也算是看着王心凌长大的吼。右手边，等这一刻等好久，而且咖米也等很久了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你倒是记得很清楚嘛。哦，钻石，钻石亮晶晶。对，你想有我私人喷射机是不是？也要做个人。对啊，如果自己可以得到一台飞机的话，也蛮厉害。对呀、啊，个人专机前往世界各地开演唱会。对啊，太棒了，哇！对，前往世界各地演唱会，真的。哎，我怎么用不了？太夸张了呀！会这么乱，会这么乱。对啊，新麦克风，真的。然后比鸽子蛋还大的钻石，哇！耶、yeah ！来来来，让王心凌先拍一下照哈。这个象征他改要改不掉呢，现在的指数有三样东西是他目前可能人生蓝图当中最渴望的。第一就是金色麦克风，第二是这个超大钻戒，第三是飞机。来左边麦克风，麦克风，麦克风代表什么人都知道，飞机代表可以这个全世界各地哈、哦、去举行演唱会，我们也知道。但钻戒代表什么呢？我们就来问一下本人啦。好 ，OK 啦。好，谢谢，好棒哦。好，来，王心凌，那么你刚刚这个夹娃娃机初体验之后呢，在你的这个身后有一个这个背板哦，有1到100啦。其实刚刚是要请你把你夹到的东西呢，稍微把他们这个的评分一下。比方说，这段时间最终极、最终极的目标，对，就是要把演唱会最完美的呈现给大家，然后现在最努力、最努力，然后最用力的这的就是这件事情，拼到极致，希望能够带来最完美的演出。所以呢，目前音乐演唱会是排在第一位，是的。第二个，你夹的钻戒，目前1到100，在你人生敢要敢不要的指数表当中，它排在什么地方呢？我请你请谨慎。然后呢？有那个 Tiffany， 对对对，圈。啊，那刚画五，乌啦乌啦乌啦，哦，就是，啊，你给他画那个闪亮亮这样，不灵不灵不灵，对对对，因为钻石，对，赞啊，好，所以钻石在90分的地方。对，因为我觉得我现在已经到这个阶段，我知道我自己要什么，我不要什么，然后我觉得我现在自己的我其实很有能力，然后我觉得钻戒其实不见得是一定要的，感情上的一个。必需品、然后其实它是可以自己给自己的，对，敢要说得很好，对，所以现在的女生应该要更自信、更勇敢，活出自己，可以自己犒赏自己，对，对不对？完成演唱会就能买一颗钻戒犒赏自己，是的，棒哦。那么第三个是这个小飞机，你喜欢是八行的不？好，你往想歪去哟、哦。不管我别乱想。第三个小飞机，好飞机，对，小飞机。